迎尤尼科风格大使、国际巨星小 S。短暂的停留了五秒钟之后，我们现在就要进入拍合照的位置了。啊，各位摄影大哥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简单不简单风格大使小 S。好呀。坦白讲，我觉得我刚刚讲的真的，我觉得这句话讲的蛮好，就是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克服任何诠释任何复杂的线条跟简单的线条，在身上都很成立。其实我真的可以代言任何东西，嗯，你讲的没错。马桶刷，马桶刷我也可以啊。因为我这个又是巨星，可是我又非常的生活化，是，我觉得那就是大家喜欢我的原因，嗯，就觉得说哇，国际巨星，可是怎么那么亲和啊？对，而且你又是一个好妈妈，是个好太太，然后又是个好女儿，要生活有这么多的面向要顾，真的很不简单的。其实也还好啦，就是喝点酒。这会不会被人家怕说，哎，那个小 S 她这样穿是不是有点太一般？她穿的衣服也还好，被人家本人。要简单反而被人家讲说太简单，我觉得你说话很没有礼貌。对吗？因为这种事情更不可能发生的，啊，是吗？因为我今天穿的非常的 casual，嗯，可是又很有型，所以你们看到我刚才出来的时候，摄影机们根本就停不下来的，不断的拍摄，真的停不下来。因为在他们心中，我散发的还是一种巨星魅力。嗯，虽然我今天穿的是这么轻松的 T 恤跟牛仔裤，嗯，但是就是有型。其实他，哎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太好了，因为就是大哥。因为他需要我需要我的签名照吗？因为他，哎，就我看到 S 他现在的这个样子，就真的就是好像回到我以前第一次看到他的样子，就是充满了那个充满了热情，充满了那个奔放，对。所以不显老态吗？没有啊，你开玩笑吗？因为你有点显老态。开玩笑的啦。我 OK 啊，我 OK 啊。男生有白头发很帅。因为我太太很喜欢我这个样子，对对对。哦，你结婚了。怎么样，婚姻生活有没有觉得？你今天好了，不聊私事。个人非常喜欢大 T 恤，因为我觉得大 T 恤反而可以显瘦，就是不管是胖的人或是瘦的人，就是大宽松的 T 恤会就是莫名其妙会看起来比较瘦。然后我喜欢领口很宽的 T 恤，然后下面就配像我身上穿的这种牛仔紧身牛仔裤，或是深色 legging， 然后配个。愿意去代言高雄的女士代言吗？所以师傅这边有跟您接洽。其实 Ashley 韩市长真的是非常的客气，就是他有就是透过他的可能就是旁边就是那怎么讲啊？旁敲侧击，幕僚，对对对。因为我想想手下觉得好像有点，就是他有邀请我们全家一起去高雄玩，然后。接下来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，我就是会带小孩啊，然后公婆一起去高雄，真的体会一下美食。因为我妈现在也是爱那个韩市长爱到不行，就一直说，宝贝，你如果去高雄的话，一定要带我去。然后我想说，你想对他怎么样？那你本身是爱的吗？嗯，就如果拥抱他那一类的，我是可以。那因为现在志玲姐姐好像有说要她要接下这个代言，你的话会想要跟她干嘛？嗯，昨天他已经答应了。有人找他吗？有人高雄有人找他，我没有问他说他自己说他要当代言。那他自己说的也不算呐，我是真的有被韩市长邀请去高雄，所以我觉得志玲就不要自己喊话吧，你现在地位也那么高了，何苦要这样？高雄部分哪一个是你优先想要代言的？我觉得是高雄的Uniqlo 的旗舰店吧。